大学饮酒别重逢，相爱相杀。这位忧郁的至尊宝，我掐指一算，你是太久没有见到自魔法学院一别经年，世代轮回，萨萨和大熏花终于重逢在了一片死亡大漠之上。然而时光也阻挡不了他们的相爱相杀。这个人好奇怪啊，好像一条狗啊。哎，这叫什么宝剑来着？青霞宝，紫青宝剑。你连他的剑都不知道？这位长发的男生，这个他就最后两天了，在这儿，他马上要被开除了。为什么，哥？看你不顺眼呗。他应该是想要接替你的角色，是吧？你别最后什么都没拍着，别人的线索你就上这拍一兜，你咋那么好意思呢？您能下次挑战一下自己，解点有难度的。你看我刚才说的对吧？这一次我是不是有价值？你真破坏我办案思路，抓他就投他了。你跟他换个位置不就完了？你干嘛换椅子呀？我想挨着你，我想挨着你啊！你能不挡着我的视线吗？我想挨着你啊！我挨着你。好哥哥还不忘给爱学习的熏熏补课呢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你这个年龄现在还体会不出这句台词的含义。刍狗是什么意思？不是煞狗吗？那字念刍啊。为什么以万物为刍狗？都是狗。你给我老实点，多读书，多看报纸，多看新闻。哎，你没带你的那个脚了？不带了，那个太累了，勒的头上又难受，而且又热。怎么了？怎么心？你还说别？你看你还是你呢？我把你这假发给你摘了，你信不？他怎么样？他好像他不太搭理我。我又不印象的人设，这是剧情。他胖胖了。怕什么呀你啊，装模作样的。对不起对不起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，你还是放我走吧。快走快走。你拉着他干嘛？你拉着他干嘛？